一把把猎枪摆在桌上，不仅如此，还有各式各样子弹，数量相当庞大。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速枪专责队日前联手云林县西螺分局，锁定一名胡姓犯嫌的行踪，成功破获一处改造枪械厂，当场查扣罕见的非制式 0.22 口径火药式猎枪、模拟枪和空气枪，还有霰弹等各式各样的子弹，至少50发以上，以及一批改造工具，通通依法带回。全案将依涉嫌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刑事警察局为防止黑道帮派及不法分子持枪犯案，遏止黑帮气焰，秉持主角黑枪绝不手软，全面清查彻底扫荡之原则，持续追溯枪支来源。所幸这回成功防堵改造枪支流入市面，有效降低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，警方也将持续扩大追缉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的人事物，也可以主动通报警方，由警民联手防治非法枪械，以利净化社会治安。